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囧囧挑战时间，我是老头。今天我们继续从我们的第十四关开始吧。是吗？第十四关吗？没有错。我们上一集呢搞完了兔子之后呢，今天这一集从第十四关开始，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关卡是不是又非常的烧脑啊，累死了。既然能到这儿，我不信你能打开这个柜子。四个一样的，最好是我会知道这个柜子的这个东西是什么。我靠，不会吧？一开始这么难啊 ！Oh my god！ 它上面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有点看不太懂。就很像星星这样子，天上的星星不说话，月亮里上灯下妈妈。这个我真的无解，我对这种天文学我真的是完全不懂啊。我看个提示好了，直接用手指按住门，向右边滑。三小，我按了，为什么不理我 ？Hello， 没有，没反应，靠背哩，哈哈哈哈。这根本就跟中间那四个点完全没有任何关系，你知道吗？这左边的手指，然后按住之后，给它向右边滑，它就过去了。我以为是保险柜，我完全被骗啊！啊，什么东西？五秒内走出终点？我靠，这也太难了吧！等一下，走出终点，不能走那里。等一下，我不能投机取巧吗？脱球移动，五秒内走到终点，这只要一下去就噔噔的呢。哇，这也太难了。靠北啊，终点右上角那个终点两个字啊，哦，哇，这超多小游戏都是这个样子的，我的天哪！想办法十等式成立，二加六等于十一，二加六其实实际是等于八。这个要怎么解啊？它只能拉横的，直的不能拉，是故意的。那这样子我要怎么弄啊？对啊。它不能拉直的，它只能拉横的，怎么办？这个超难！我靠，我这关卡好久，快受不了了！不行了，我要看答案。手机倒置，你会发现倒置用倒的方式去执行。哦，我按了没有屁用啊！等式成立，我倒过来了。等式成立嘞，那也无。哇，等式成立嘞，再倒一次。为什么成功了？啊哈哈，原来是这个样子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算了，下一关过关了。龟兔赛跑，让兔子跑赢一次。哇，这 ，What the fuck？ 你给我回去哦！我靠，他跑太快了吧！可以按住那只乌龟吗？让兔子跑一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让兔子跑赢？我怎么让兔子跑赢？按住它！干！我觉得一定要投机取巧吧。干，不管了，我要双连打。他是故意不让我靠近啊！怎么赢？哎呦，这冲高，我赢了！赢了！手速不够的话，只能靠智商了。手速不够，只能靠智商。这是说还有别的破解方式就对了啊！不管了，反正我们过了。偷走鳄鱼嘴里的肉。哎呦，被咬了。感觉会被揍，要怎么偷走？把眼睛盖住。
还真的咧，用手把眼睛盖住啊！我的天啊，别让鳄鱼知道是我干的哦，超好笑的。哪个灯泡开的时间最长？我要怎么知道啊？该不会是上面那个提示？哦，不是，我不看提示，我先不看提示。啊，因为刚好这个上面的提示是一个灯泡啊，啊，这边讲说灯泡开最长，这个从刚开始到现在就它最长啊。因为这种游戏就是不能用一般的逻辑去看，你知道吗？它要直接跳脱，跳脱我们的思维，才有办法办到啊。哪个灯泡开的时间最长哦？知道怎么去测试 ？What the fuck？ 不管，我看手指在最右边的灯泡按上住不放，直到显示好烫，按住好烫。那、啊、这个嘞？这什么烂操作逻辑呀？我觉得这根本是故意要搞你的吧？难怪叫囧囧挑战啊！难怪叫囧囧挑战。OK， 请输入商品对应的价格 24.5。这边有小数点啊。What the hell？ 没有点啊？没有点，我怎么输入啊？我靠，超过也不行。24。哦，哎，靠北哦，啊，点五没有点啊？你的点怎么输入啦，大哥？用一慢慢加上去好了。看超过25也是不行。按住价格标签两端把它撕开。两端怎么撕开？大哥教我。哦，用手把它推掉24。我靠，还可以这样子杀价，这游戏非常的 very good， 好不好？这什么？一加一加零等于一。11加1乘以2，先乘除后加减，不是吗？完蛋了，数学题搞死我啊！数学题，先乘除后加减，3344啊，44吧。只看最下面的题目，44，我觉得应该是错的，没那么简单。我知道，我就知道没那么的简单。我看答案。仔细看每一行的开始和结尾处的数字，其实就是连在一起的。为什么？每一行的开始和结尾处的数字其实连在一起的。每一行的开始和结尾，11，11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我真的不懂。我老人了吗？我是老了是不是？他答案四五，他就是他五八啊，这种有点太深度的。哦，我是八七，对不起。下一关，据说本片通过的玩家智商超过80。好，我有80智商，谢谢。我智商嘿，不想做数学题，那这次来做个简单的好了。回上一个，怎么又是你五？做个简单的数学题。可以把它移开靠背啊。真的非常的囧，气死我了。真的是气死。这后面没了，我不管，真的没了。好吧，你进入下一关。这个，我操嘞。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啦，大哥 ？I fool you。好吧，你赢了这个吗？进入下一关啊！进入下一关，找到了。我操！依次点击红、蓝、绿、白、紫、橙、红。我靠，是故意的吧？上面写红，红字。然后蓝色的那个颜色，到底是要看字？
啊，应该是看字啦。哎、欸，不对哦、喔。所以说我们是要看这个哦，红、蓝、绿、白、紫、橙。哦，还好，嗯，这一题我觉得我还可以。我有点混乱了，气死我了！找出不同的狮子，你们看每一只都一模一样，我觉得应该要摇摇乐了。我摇。摇出一只狮子出来哦，不是吗？不是你，不同的狮子，怎么可能找得到不同的狮子呢？看答案，按住左上角的狮子。嗯，滑动，向上滑。哦，左下角啦，靠北啊。这是搞毛呢？这游戏，喵喵喵哦，真的是受不了了！天啊，哦，我们已经完成了24关了，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，我觉得我的脑袋快要爆炸了。这一款游戏实在是非常的非常的囧，希望各位会喜欢，好不好？我们应该还会有下一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今天先到这里结束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把它分享出去。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下方留言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继续这个囧囧挑战2，再见了，拜拜。